Thank you.
妈叫他最低，他爸爸就这样子往走。你如果一气就把他删到，要后面要回来的广告，要做出光的。做的，小的是加的啦。他在什么时候啊？这根头如果在做完颜色，相信它都非常的饱和的光泽，还有它的整个质感的饱和。主要是说可以让我们的后脑勺的一个蓬松感跟线条。
用手的斜度去做一个连接的部分。然后在冠领区跟刘海的部分，其实它也是一个重点，因为如果没有衔接好的话，它也会成为两个薄片的一个断层。那这个部分也会特别重要。非常好。一开始有讲动人的故事哦，后来他也很有条理的讲了一下他的衔接。讲太快。